Hello。我想干嘛戴墨镜呢？他是叫慎重。小燕留火口，留一口给我。然后你要吃什么饭呢？想要吃什么？同学可以开始用餐了，你的餐点在我们的右手边。这个话可以来到我们入口处这边拿取我们的名额券。你是工作人员吗？随便做。对，那你是随便做。小燕好不好吃？那个都要吃啊。小贤。如果有同学是开车的，可以来我们入口处拿五车去。老师说的话吗？